心里想的计划，他根本忘了读书，包括我将知道以后不同的路，那些挫折他反锁你，他用力等好，他知道时间还没到，但已经准备好，他早就习惯挫折，能不能干货他相信在保的话，这些一切都是过程，这边太多贵人来去不过，可能害怕自己不再被当成高级，但是最聪明的人还是最笨，不可能的人物不可能会胜任，他下个变成超人，造就这边所有可能，可能他们是个人，那不愿意承认。跑得更快，但是肩膀背得更重，完成父母的期望，这个人的棒，也就竟然不知病的人超乎他想象，他口子习惯着对所有他的不喜欢，他因为一起的一路朋友的上班班，他迎来高调其实还比一路风头，要就一起提高总是一个人不风头，爱人但没有信心，想要当个烂人，不知道爱的一个人，他会保持距离，不想再伤害下一个人，有天会离开，希望有人舍不得，不一定是积极，但至少有人会记得，老记得一张脸，让他一直站着。他说要给吉他，我爱你们。谢谢你们今天来，我是杨吉他。